关于台湾问题，我愿再次强调，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。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，把拜登总统有关美国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，停止借涉台问题搞政治操弄，搞以台制华。关于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，中方认为美国作为域外国家，应当为地区和平发展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，而不是损害本地区和平稳定，破坏本地区团结合作。美国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选边站队，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玩火。